人一辈子只做三件事就行了。第一件事呢，研究赚钱，因为钱能解决99%以上的问题。聪明的老板呢，都会跟满脑子都赚钱的人交朋友，因为赚钱的背后藏着一个人的认知，还有圈子、能力、智力、格局和执行力。那第二件事呢，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。一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。那第三件事呢，研究人性。只要你看透人性，你就能够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。所有成功的老板都是把人性研究透了的，都是人精。他们呢，都懂得先舍后得的道理，先满足别人的需求，再满足自己的需求。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三点，那这个世界顶级的高手都是这么玩的。